由郎祖筠执导的电视电影《宅急便》将于4月27日登场。剧中吴镇迪饰演一位个性孤僻的宅急便送货员，演员们台词不多，都靠眼神、肢体动作演戏，相当挑战。完全不用，完全不用背台词，都完全不需要。我其实背台词还比较好，真的很难演，就是你光看你就会觉得那个角色很累，更不用说我要去表演。而朱露豪与林嘉丽在剧中有暧昧的对手戏，大腿本来要让他来帮我露，他又很害怕，就很客气的到这里，然后就不敢动了，然后你就说伸进去到这里，害羞。悬疑推理的剧情描绘出日常人性的各种面向。 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